一系就冇女。我未结婚嘅，我仲单身嘅。一嚟就打孖上，不如我哋一齐食你头先讲嗰间餐厅啊！你约我啊？小麦，我想包起你啊！但三个人嘅爱情系咪只能带住伤痕离场呢？如果你需要人陪，我都会喺度噶。我真系好珍惜我同你之间嘅缘分。以后无论发生咩事，每一日都俾我请你翻屋企。点解啊？台庆剧《降魔的》星期一晚9:30，翡翠台。